叶家于六年前带球嫁陈宇峰遭场摔，如今全家出游照片曝光，让人好羡慕啊。叶家于今年36岁，出道至今14年，已经累积了数不清的作品，演出无数八点档角色的她，是许多婆婆妈妈最喜欢的年轻女星之一，因此她在演艺圈也占有了一席之地。不过2011年时，他却传出惊人消息，带球闪婚，交往仅半年的同剧演员陈宇峰。两人消息传出之后，引来许多唱衰，认为两人年龄有差距，交往时间太短，未来可能不会太幸福。而如今两人在脸书上放上的贴文，直接打脸了当初那些碎嘴的人。叶家瑜与陈宇峰目前结婚7年，育有2个女儿，又鉴于父母两人的天生好基因，两个女儿也都遗传到了亮眼外表，水汪汪大眼睛加上白皙皮肤，犹如混血儿一般。日前叶家瑜晒出带住女儿到海边玩耍的照片，照片中两个女儿开朗活泼，让叶家瑜骄傲打赏我生的，文字间不难发现她对女儿的自豪。叶家瑜替两个女儿换上了亮眼的桃红色泳衣和救生衣，让两人在安全的情况下玩沙戏水，另外也可以看到陈宇峰开心地把女儿埋进沙中，父女互动可爱甜蜜。不论怎么说，两个宝贝都这么可爱又阳光，教人很难不爱上他们俩。看到叶家瑜和陈宇峰结婚这么多年，感情还这么好，也很让人开心，只希望他们一家四口未来能继续这样健康快乐，平平安安。看完后是不是觉得 Yuking 小编在 iFunny 趣味新闻分享的风娱乐文章让人深思呢？想看更多好文，或是喜欢 iFunny 趣味新闻的文章的话，可以按赞追踪娱乐影剧并分享这篇叶家于六年前带球嫁陈宇峰遭场摔，现在全家出游照片曝光，让网友看了好羡慕啊，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